海神唐三、陨落、剑骨斗罗、消失天地间，无数惨白色的骨骼在天空中破碎。陈新美跟随了他一辈子的武魂七杀剑，也在瞬间断成。两位纵横大陆一生的封号斗罗，同时惨死在半空之中。谢谢你。唐三身上的光芒全部收敛，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，就那么朝着嘉陵关的方向坠落而去。顿时，一道紫色的爪影在半空之中追上唐三的身体，从他的左胸处一穿而过，一颗金色的心脏出现在半空中，只不过是在那紫色的魔爪之中。刺目的金光骤然在空中爆裂，唐三的本体一阵剧烈的痉挛，而他的心脏已经在半空中化为光芒四散纷飞。天斗帝国的人听清了，再翻你三天时间准备，三天之后天斗帝国必须宣布全部投降，否则我将血洗天斗帝国。小刚，这三天是我给你的面子，好好劝劝雪崩，不要执迷。神力量是不可抗衡的。